你要硬菜，我肯定喜欢。对呀，我都喜欢吃海鲜的。啊，阿哥，你爱吃硬菜哦？天天都是硬菜，今天要整点啥子嘛？你看嘛，你最喜欢的海鲜菜。来不嘛？哎，这个是有点硬了，我这拿着瞬间就不香了。阿哥，你给我干锅海鲜，比清蒸更入味一点。随便上萝卜包、腊肉、辣瓜鸡。准备的明虾、蛏王、花螺、花鲣、皮皮虾、八爪蟹、珍宝蟹。 西瓜淡水藻，耶！哦，跑跑跑不脱了哦。来，甩完上路。这个要放入姜片、花螺、蛏王、蚌壳、泡海，再四种鹅胗。阿刚点火哦。要点开干。 上起油蒸15分钟，虾子开背，等会儿炸了就翻出来哈，很漂亮。扯掉虾线，皮皮虾，放点淀粉，炸出来就比较酥脆了。配菜准备有土豆、黄瓜，切成条条。时间到，起锅备用，烧油。 卤制油，下入土豆条，加入金黄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再下入大闸蟹、海鲜们，加入外边酥脆，盛出备用。好漂亮哈、哦！切成葱姜蒜，再切点芹菜干干，带叶子哈。一碗干香椒，锅料底油，下入花椒，姜蒜爆香。 开胃豆瓣酱、海鲜酱、干果酱，下入干香椒球、土豆条、黄瓜条、芹菜段，再下入海鲜们，放入孜然粉、白糖、白芝麻、小葱段，要得了，起锅。 点缀香菜两根儿，就这个干锅海鲜，我后期点评，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？Thank you。来，我请了。要得很干。来嘛，看一下你怎么虾子，你看我虾子都是全部是炸出来的，反正吃个皮皮虾完的。好。二不。啊，土豆。土豆的话就是。嗯。哎呀。还有虾子的巴适。嗯。来了。嗯。<笑> 本地龙眼感觉多，是啥子？一上口感就不是本地虾是吧？嗯，吃个皮皮虾，弄拿了，肯定肉，那肯定肉，皮皮虾还好吃点。嗯，对，哎，对的，把皮皮不吃，对吧？对吧？对。啪啪虾，我们走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 啊，我吃这个蛏子。哦，蛏子也是，蛏王也是。哇，嗯，感觉我皮皮鸭子肥。哎呀，太爽！来嘛，我吃个大螃蟹，来个开包鹅。 真包起了，哇塞，好多黄油！你看我，哇塞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删去了，哦，哇塞，好肥！来，王哥，来来呀。那你吃啥嘞？我吃KK王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有点黄油的，看它多啊？嗯，对。哈哈哈哈哈！甜的那个。 嗯，嗯，主要不是，那儿开这个腿那儿就这样，多得很。哦，那王，这是我小的，这个就专门吃黄的哦。嗯，好多黄啊，这个。是吧？嗯，巴适的吧？ 嗯，这个花了，花了，花了，我弄不懂啊。
刚刚吃草莓吗？吃草莓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句话没？喂，我们的点，拜了个拜。哎呀，这个雨好大哟！车上好多了，看。哦，二十斤的物料。二十斤的物料，哦，这雨好多呢。你们看这个鲤鱼好漂亮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鲤鱼，二十斤零五两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来了。今天朋友送了条二十斤的大鲤鱼哈，我们今天来做几种口味的，总有一款你们会喜欢。开干！抠掉鱼鳞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别丢了。去掉内脏，你们看这个鱼盆有好大，来嘛，鱼子都有三斤，这是鲟鱼子就值钱了哈。来嘛，抬一下边口，哎呦，鱼好漂亮。你见过整鱼脱骨没有？今天见到了。嘿嘿，你看，排骨分离。鱼头、骨架用来熬汤，取下鱼腩，鱼腩开刀剁成小块，里脊切成坨坨。你看这个纹理啊，就像四文鱼一样。葱姜、盐巴、鸡精、料酒、红薯淀粉，搅拌均匀。过了这个年头都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。再腌制20分钟，鱼鳞、盐巴。蒸出，搓下去腥，加入清水，鱼干备用，用厨房纸吸干水分。阿刚点火，要得开干，烧油，油再下到鱼块儿，小炸一下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来备用。鱼鳞裹上干淀粉，每一天都裹到位，将就这个油沾鱼鳞。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，趁热撒上椒盐，点缀香菜一根，椒盐鱼鳞送给你们。阿哥，你喜欢泡茶的嘛？我给你买个煮茶机。这个泡茶都好精细哦。这个不仅可以泡茶，还可以煮咖啡。你看嘛，这个还有滤网的，而且你喝茶就方便了。这个泡有点贵哟。阿哥不贵，我是在德国上买的，他们家的小家电啊，品类齐全，颜值又高又实用，而且最近活动力度很大，我这个买起来才100出头。今天主要放链接下载德国，现在还有限时补贴，很多大牌啊，一元就几乎秒杀了。哦，那我们吃完叫我用一下嘛。要的。切点姜蒜，青红椒段，再切点肥肉润下锅，烧油，来点肥肉，小火煸炒出油脂，放到葱姜上爆香，下入豆瓣酱。锅边放了料酒、鸡汁、蚝油，下入鱼块，翻炒均匀。下入两罐啤酒，再放点鸡精白糖提鲜，三开转小火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再放点青红椒圈煎一下，再大火收汁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啤酒鱼块送给你们，再腌鱼腩、盐巴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。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烧油，再加点猪油，下入姜蒜爆香，猪后酱、海鲜酱炒出酱香味，来点蒸鱼豉油，下入腌好的鱼腩，放到灰门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小火煲20分钟，这个味好喽，哦，再撒点葱花，点缀香菜，鱼腩豆腐包送给你们，就这个一鱼三吃，我厚几点皮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就可以吗 ？Thank you。爱你们喽！来呀，我去了，要得可以干，走。这个烧的绝对趴得很香，所以这几个菜全部都合你口味。这个还灰门，要有点趴。那个还有个下酒菜，我吃点灰门。对，灰门绝对巴适，千滚豆腐万滚鱼哈。哇，哎呦，鱼就红红眼了，我跟你说，那鱼就特别巴适。两样两对。那这三个菜哪个最巴适？都巴适。最喜欢吃这个啤酒鱼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好、啊，哎，吃过鱼皮了没？那完我上这个鱼鳞，脆的很，你尝尝，那懂不？嗯，你，哎呦，嗯，好吃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些，我们，我哪里？我哪里？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